亲爱兄弟姊妹平安，今仔日咱就要结束以色列书的进度。伫今日的经文，上帝丰盛的祝福，搁再一摆，登来到以色列百姓的中间。这嘛是咱逐摆看电影、读册上介意爱的结局。有一个人，伊伫公司上班，非常认真，伊直接主管嘛真肯定伊。但是有一日，特别下班的时，这位主管却用真沉重的心情甲伊讲：“你的工课敢会当做到后个月初？”伊虽然唔知影什么原因，但是嘛敢会当顺服去接受这个事实。过了几日，当伊用迄个介绍工课给伊朋友，提起伊互人施透露这个代志，伊的朋友才甲伊讲：“因为有一摆公司有派一个关站的主管来这边考察做工课的情形。”当那位主管一直给他讨资料，让他感觉这个主管是真正啰嗦跟麻烦的人，所以说了一句很不妥当的话，就这样失去了他的工作。当他回想他确实有说对话，他就撇切悔改在上帝面头前。想不到过了一段时间，他的直接主管又给他找回原来那个头路。上帝在他悔改了后，搁再给伊一摆机会，祝福伊的经济。上帝嘛捌安尼受气来离开以色列的百姓，但是到了以色列书的落尾，也就是咱今仔日所读的进度，上帝用水来充满伫个圣殿，表明伊搁倒转来以色列百姓的中间，并且在水所流过的所在，水会变作甜，所有的生物拢要甲伊活过来。而且水里面也有很多鱼，水不但可以洗清洗垃圾，还可以带来生命。基督教是用水加洗礼，表明洗礼了后，我们的灵魂就可以再活，而且是圣洁的，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把我们洗清洁，是耶稣的生命要加做我们的生命。上帝对我们有管教，也有审判，但是相信伊嘛有下侪稳定甲怜悯，只要咱勇敢面对咱家己的唔对，真心改过来，上帝已经欢喜恢复咱的尊贵。愿咱拢来向上帝献上咱的感谢，感谢上帝已经选咱，并且将耶稣基督赏赐予咱，表明伊义爱堪咱三格大，直到永远。